中华民国国际艺术学会在去年的六月才正式更名为台湾国际艺术协会。那我们是成立于民国88年，由全省的中心全省的中心代画家所组成的。台中市是一个阳光的城市，是一个最适合人居住的城市，所以今天我来参加这样的画展刊物，也特别穿来了我们的特色。我身上穿的就叫蓝染，蓝染。那么蓝染在台湾来讲是重要的，尤其在我们中部，尤其是我们的台中市。张耀新老师啦，赖传健老师啦，吴龙荣老师啦，还有吴秋波老师啦，这个国际艺术协会在这些老师的领导下既发扬本土化，又走向又跟国际相迎合，我觉得非常棒。那么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说他们还举行了所谓的比赛。这个比赛就是什么，我要奖励这个年轻人来有本土化跟国际化这个非常好。88年5月30号，哎，由我们方正良方市长很辛苦的正式登记为全国性的美术团体。那这个美术团体呢，我们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经营得非常的辛苦的除了我们这个期间呢，我们承蒙这些文教会、教育部，还有台中县市土局的文化局的补助经费提供场地之外，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全体会的努力，还有。我们的咨询委员、评议委员张耀新老师非常不回答，都努力创作不断还有我们的一些会务顾问的一些赞助，大家的努力，还有今天在这边的开幕式啊，刚才都很好。